今年是金马解除戒严的30周年，文化局特别举办戒严30周年艺文一系列活动，由金门县合唱团还有高雄大地合唱团联合演出，吸引爱乐民众到场聆听欣赏。199211月7号，金门和马祖结束战地政务，到现在已经30年。文化局特别举办5场音乐会演出，第二场次22号晚上7点半在文化局的演艺厅正式登场。30年，算很久哦。那其实以我这个年纪来说，算是对那时候年轻人很大的一个转捩点。在我之前的类似学长、学姐，到台湾本岛念大学以后，几乎是不会回来的，因为那时候金门是戒严，那没有观光，还有工作机会非常少，所以几乎大学毕业以后就会留在台湾本岛。文化局表示，这回金门合唱团跟大地合唱团联合演出，不但以乐互相交流，也借由歌声舞蹈凝聚共识，共同面对这一段历史，传递和平的普世价值。